陈同学，来介绍一下你读什么学校？我读一大。一大几年级？六年级。刚刚我的英文老师的哥哥，对不对？刚刚介绍一下你的英文名字。那花石有一面吗？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？ My name is Brian。好难念哦。好，请问你要表演什么曲子？我要表演小星星。小星星变奏曲，好，我们来宾教练给你们鼓励，谢谢。